澳门葡萄酒博物馆，如同大赛车博物馆典藏珍品的极致表现，澳门葡萄酒博物馆一样以小巧精致化的呈现方式，展示出葡萄酒文化的发展简史与百年技术。博物馆以长廊式的规划，将馆内区分为历史区、酒列珍藏与陈列区三层。展馆中收藏了各式酿酒器皿与工具的演进，葡萄牙各地的民族服饰与酒窖，酿酒储酒的过程。博物馆内透过运载葡萄的牛车及以葡萄园为主题的葡式瓷砖壁画，将馆内打造出带有浓厚南欧氛围的文化中心。别以为博物馆内仅提供适应的葡萄红酒作为展示，小小的展区内珍藏了1000种以上的品牌葡萄酒，其中700多种供作销售。适应区内提供6种以上的葡萄酒，依照您对酒品的喜好划分甜度层次提供品尝。另外，除了浓度有所不同外，尚有红酒、白酒与冰酒可供挑选，让喜爱小酌的您可在适应区免费享用一杯专属个人的极品葡萄酒。最后提醒您，这所贩售的酒品可是独家进口，除了在此选购外，出了门可是找不到的哦。